谁是美女？在你的心目中，到底谁是帅哥？帅哥，美女，没有，你是女人，你给我让给你去看。喂，不行这样。我说真的，你带他后，带他去后面看之后，你会发现帅哥是谁。吉吉很久没来我们的节目了，两位都是美女啊，帅哥，谢谢，把假款拿掉，快点。喂，不要，我真的，等一下，我真的，其实是平头啊，我瞧一下，他真的是平头啊，哎呦，他真的是平头，假的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头皮很松啊，就感觉人家戴假发。哎呦，今天这个是我们最新的单元，是你们两个非常荣幸能够来玩全新的单元，开心哦。两位不知道左脑右脑好不好？我左撇子，左撇子好，我也左撇子。其实啊，正常的人的大脑没有，我们的左边的左脑是控制我们的右边的，对，右脑是控制左手边的，对，是不一样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右撇子，你通常的左脑比较发达，那我们是左撇子，是右脑比较发达。对对对。那如果四肢都不发达，像他的话，都没脑。没有，他没，快大吸引，快大吸引。对，像他脖子从来都不会觉得酸痛，里面都是空的。新兵进行曲全新单元《黄金左右脑》，这是一个训练左脑和右脑充分运用的趣味游戏。当主持人说举右手，则比赛的队伍必须做出举起左脚的动作才算正确；主持人说举右脚，则比赛的队伍必须做出举起左手的动作才算正确哦。这个游戏充分考验比赛者要经过左右脑的立即反应，做出上下左右相反的肢体动作，才能成功过关啦。今天元昊队和统统队到底哪一队能通过考验呢？黄金左右脑 ，Let's go！ 当我叫你举左手，就是举你的右脚；相反，举右手就是举你的左脚。左脚就是右手，右手就是左脚，左脚就是右手，右手好，右手就是左脚。哦，你好聪明哦！这样子你们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吗？瑶瑶，你懂了吗？了解，就是这个舞步嘛。瑶瑶，你懂了吗？反正就是这个跟这个嘛，斜的嘛。斜线的斜线，就是这个 OK 的。我问阿北的舞步，好像找到破解，是不是？艾辰，你这样 OK 吗？不用麻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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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麻烦了。活泼，来活泼什么？我们的 slogan 就是这样说的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请听少一。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。烂透了！艾辰，你刚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刚刚是讲右脚啊？对啊，右脚是左手啊。我举左脚，哇，错好多啊！给你一个叉叉。好，哇，有叉叉哎，感觉是胜利耶！贴脸。哎呦，三个叉叉。就会有好玩的，非常好玩的。来，请听少音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不动哦，不。你哪里有问题啊？我打算不接班了，要退休了，再一次就把它淘汰掉了。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来，请听少音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大家一起举右手。姚元浩，姚元浩，你太慢了吧？你也有今天。不是这种叫做滑步，滑步啊！麦克风，滑你大头嘞！我没有举啊，我这样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大家都已经脚都站过去了。不是，因为他想要站上那个冲浪板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说你丑，请你不要滑步，在这里，请不要用任何舞王的舞步，不行，禁止的，好不好？请你明确的做出决定。好，好，来，请听噪音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右脚。
等一下，继续你举。你刚是？你在干嘛你？你刚才手没举，只有举右脚吧？哎呦，都这样那就好看呀。举起也是错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里面只有瑶瑶是对的，其他两个人哦都是错的。来，娃娃。哦，吓死我了啦！挤满三个了。三个，爱晨请出列。要干嘛？错了三个，身上有贴三个叉叉的，马上要进入。谁是大头王？三个叉叉，谁是大头王？啊，你就是大头王。请拿着你的大头。恐龙队，请戴上眼罩。元昊队，请选择刑具。我看一下哈。请告诉我们，谁要处罚艾辰？我等下，我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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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，让你让你让。好好好，我来。好，决定好。来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太可怕了吧！好险啊！艾辰，你还活着吗？艾辰，请起立，过来这边。请你告诉我，后面有三位凶手，刚才是谁打你？如果你答对了，就不用接受下面的处罚。好，我一定答对，就是姚元浩手上拿的这一支，这个地方。怎么那么？因为那个地方有重量，其他的这些玩具打不出刚刚那个声音。不要开玩笑。李昌钰差点要收我当徒弟，李昌钰，为什么不是我领导？选这个吧，你终于好猜了，你到底是没有重量啊？他这个你看，这哪打得出刚刚那个这么残忍的声音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刚刚我刚就一直叫他不要选这个，而且剧情真的很烂。对呀，剧情拿的也是假斧。艾辰怎么猜也会猜我，因为他都会觉得我要欺负他。不会，他就会这样猜哦。我刚才不能挑这个，所以大声的告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你觉得是谁刚才打你？推理头头是道的艾辰，在这个关键的决定时刻，是否会改变他？是姚永浩手上拿的这一支，这个地方。你怎么那么？因为那个地方有重量，其他的这些玩具打不出刚刚那个声音。不要开玩笑，李昌钰差点要收我当徒弟。李昌钰，我是你想要选这个吧？你终于好猜了，你到底是没有重量啊？他这个你看，这哪打得出刚刚那个这么残忍的声音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刚刚我刚就一直叫他不要选这个，而且剧情真的很烂。对呀，剧情拿的也是假斧。艾辰怎么猜也会猜我，因为他都会觉得我要欺负他。不会，他就不会这样猜我。我刚才不能挑这个，所以大声的告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你觉得是谁刚才打你？姚元浩，恭喜你。答错！我没有话说。刚才打你的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你觉得谁最不可能？吉吉啊，就是他。没错，我刚刚紧张，因为我整个靠下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东西飞出来了，坏掉了。我就赶快用脚把它遮住，你有发现吗？你太狠了吧！而且他不是用那个斧头的锋利的地，他是用刀锋利那个柄。他是用这里吗？对，他是这样。他是用斧柄，你想这么多苦瓜要吃吗？好苦啊！还是山苦瓜？哇塞，这个最苦的，我的妈呀！哇塞，不要吃货，退火退火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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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一个要宣布，统统队，艾辰淘汰。请您上一拿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。你对，但是你慢了一点。那我就两个叉哎。对，你怪我嘞。不是我害你的，来。我刚刚都没有丑到就拿三个叉。因为你刚刚是接错。我刚刚是做对啊。反应比较慢，你刚那个太慢了，太慢，你知道吗？你再慢下去，我要推你去晒太阳。不要加油，黄金左右脑，请听声音。
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。错错错了，他刚刚左手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漂亮的滑跪。来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。大家一。应该是右脚吧，是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其他人恢复原状。欧耶！姚元浩，请出列。哎呦，元浩队，请戴上眼罩。彤彤队，请去武器库挑武器。姚元浩，你有今天？出场！元浩，请闭上眼睛。彤彤队，请告诉我。你们谁要处罚元浩？给你打啦，元浩一定猜我的。好了，打我打我打好了，我打好了。你打吗？好好，我等这一等很久了。好像也是哈，我等这一等很久，就我打了。好，好好好好，一交给你了。彤彤队已经准备好了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二三，大声哦！哦，超大声的耶！好响哦！直接打到背去，下手好重哦，彤彤。怎么会下手这么好大声？砰砰响！我的妈呀，这好难猜哦！又不是我打你，干嘛？你真的是男人啊你！我来说几句话。按照我对这兵器的了解，通常这个攻击的痕迹，我们来断定，这个攻击的武器一定是相当有水准的武器。是怎样怎样的凹进去了？啊！请你把你的凶器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就这个啊！哎，拿出来。而且啊，那个赛德克巴莱的凶器，我只能说我现在找到了凶器，但是这个凶手他不是这样直接撞击，他是，我这样推理没错吧？刘元浩，请告诉我，三位凶手你觉得是谁？就是你，恭喜你答对。他刚才那个下去，那个整个锅盖是从上面整个沉下来。哇，好 man 哦！好酷，好帅哦！在这一回合，元浩淘汰，继续进行我们的黄金左右脑。目前为止，元浩队跟彤彤队各淘汰一个。现在元浩队呢派出的是林道元。好了，黄金左右脑，请听哨音。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左脚，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右脚，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。而且他一直在念念念念什么？左手啊啊，右脚。我在旁边，我都感觉到他是精神有问题啊！我啊，开始的碎碎念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上左左右，他是躁郁症，对，什么碎念？讲到我们旁边听的都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很紧张啊！好，彤彤得到一个叉叉，其他人表现很好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。大家什么都不举。喂喂，好啊，什么都不要举啊！这种题目太……我永远低头。有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变化是很大的，好不好？哇塞！来，林道远，公平哦，大头王等着你。哎，我怎么感觉，等一下大头王如果是你的话，拿凶器的那个应该是阿庞哦。哎呦！都一个差了，好，黄金左右脑，请听哨音。好的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
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为什么你们还动？全部都错，天哪！你们这一回合怎么回事啊？完蛋了！我一直以为你应该是很厉害，可以坚持到最后，没想到你连续得了两。现在呢，每个人已经有两个叉叉了，我想大头王很快就要出现了，好不好？大概有四个大头王。加油啦！我们速度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的哈，来，请举手一。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。我们对了，我们对了。鸡鸡啊！好，鸡鸡。啊！是静电，鸡鸡，来，请出列。元浩队，请戴上眼罩。彤彤队，请选武器。好，彤彤队，请告诉我们，你们谁要处罚鸡鸡？七点啦！鸡鸡，我们鸡鸡，我来处理了啦。打一下，好了好了。好，来，请处罚啦。举手。一。谁是大头王？真的凶手要让 GG 打。一、二、三。好 ，GG， 请起立。当你说你要处理我的，我处理你。是我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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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是一个动了一声啊，而且我觉得他好圆、哦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啦！嗯，好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。选我，选我，你也不可能啊！为什么？我很厉害耶！这个借我一下哦。哎，我很厉害，选我啦！我知道谁是凶手了。哦，你打我对不对？来，积极起正怪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知道谁是凶手。你选好了吗？有明察秋毫，这么聪明，感觉得出来是谁？我感觉出来了。好，请你告诉我们到底是谁？凶手就是瑶瑶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打我的那个是很扎实，可是我觉得他有点被保护了。然后瑶的那个，他因为他用反面打，然后刚好有一个 sponge 把他包围住，觉得是哎呦，我当然是用这一面啦、啊。对啊，所以。你可以啊，可以改吗？好，你可以改。改，我觉得是彤彤，因为哈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那个。然后你知道我刚刚又试了一下这个，就这么恶毒吗？觉得是，你觉得是彤彤？就跟这个是确定，不能再改了。不改了，不改了，不改了，确定了，确定是彤彤，对不对？嗯。告诉电视前面是谁？是彤彤。恭喜你答错。我们的黄金左右脑，目前为止一号队已经淘汰两个，只剩下林黛元一个站在场上。他的左右边都是敌对国彤彤队。来，请听收音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左手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。不要，我脚开开的时候喷了，很凉很凉。不要这样子，我怕你骂骂他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喂喂喂，不是骂他，是骂他啦。喂，脚开开的时候不要喷啦。对啊，他三个哎。大头王，请出列。彤彤队，请戴上眼罩。元浩队，赶快选 GC， 请选 GC。耍什么狠啊！这个把自己砍死，你们。哎呦！好，好了，不要逼他了哈，不要逼他了。来，元浩队，请问谁要处罚彤彤？谁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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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给我砍好了啦！哎，他刚骗我耶！他刚骗你？刚骗我啊！那你想报仇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，好，那给你打。好，来，好，讨论好了，一、二、
三。哇塞，杀人了啦！总统，请起立。哇塞，等一下，被拿了。哇塞，好大力啊！有点晕哦，有点晕。来。选得很销魂哎，很精良，刀类的。你们要是走啊，老人家都选刀类的，到底是谁啊？林道远，即使是女生，应该不会那么狠。他是男人，他是泰国来的哎。喂喂，元浩应该。这个镜头大声说：“你觉得是谁？”姚元浩。恭喜你答错。假动作。哎，不吃番茄啊！我后悔了。啊，好酷！好，统统淘汰，继续我们黄金左右脑。各淘汰两名，他们两个应该算是我们两队的精英了。对，来了，请听哨音。黄金左右脑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。摇摇啊！你怎么会做呢？哎呦，你怎么会输呢？大同请就位。来，同同队，请戴上眼罩。元浩队，请选武器。走了，来小力一点啦！元浩队，请选择谁要处罚。好，我来。你呀，好。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。是谁呢？不晓得到底是谁。一二三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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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大声哦！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头王的伤势，应该是陨石吧？是你吗？是他。好，谢谢。我看看你这个，哎，他正好有点，哎，这可以借我打一下吗？非常大的一个伤势。哎，这好像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元浩哦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真的感觉到刚才是很长长一根，非常扎实哎。你觉得是元浩？恭喜你答对。扎实。对。耶，哎，不是番茄。把，赶快把它拿走。今天是你们这队获胜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，那你最后还要吃苦瓜。你的命，你的命真苦啊！今天的黄金左右脑，恭喜我们的元浩队获胜。希望大家的手脑并用，一起长智慧，好不好？然后也谢谢我们雅雅，谢谢我们金曲金两先生。大家记得周五中午。